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找，嘘，他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应该是没看到我啦。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今天来玩佣兵，然后等一下，好，离开了，应该是可以休机了吧？那今天玩佣兵一样是这个孤儿啊。好，那么最近可能会很常发片啦，因为我的手机大概快，等一下哦。就到，等他过去。好嘞，现在呢，我们这局呢，就是尽可能的不要被博士发现啦。我们看到博士呢，要接近了，就赶紧躲起来，要悄咪咪的躲起来。那么我方阵容呢，是勘探、佣兵、律师跟冒险家。冒险家本来就是个躲角色啊，那勘探，那你就看他吧。啊，再顺便一提，看那是粉丝，哎，对，这次跟粉丝玩，然后对面是博士，刚才也看到了，OK，所以现在是律师被打到了一刀。那么博士大概大部分都在插眼吧。好，没事，我们现在休机啊。对了，我们这次呢改以不同方式的那个样貌去解说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在做一个动作之前要讲那个招式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是先躲猫猫，律师倒地，下哦，他在对面，好像是在追勘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我去救人。对，就是在你做动作之前要讲那件事，那个动作的名称。好的，摸人，现在是勘探，摸起来了。现在是对，勘探在六。那么这一局呢，我们好像会比较轻松，因为勘探挺会溜的啦。我们相信他。啊，冒险家的话就让他修。啊，兄弟，你要去哪里？哎，等一下哦，我要躲猫猫。但是好像没有过来的意思。应该，哎，就到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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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没看到，你没看到，你没看到，没，哎，他没看到，哈哈，他没看到呀。啊，看那律师，我记得当时候那个律师好像也是苟着的，不是吗？修机，好的，大概是在找了，那个勘探应该不好抓啦，在找冒险家吗？还是找我？还是在找这律师？摸人，OK，他要去找勘探的，他。很可怜，又去找勘探，没打到一刀。他现在应该连哦，他上帝视角来看，他已经一阶了。但是我以为他连一阶都没有了。看他没打到一刀，然后这里不要用吧，跳楼。好的，那我去小房那边，小房那边，对，小房这边。那么是在对面，对不对？对面那边有一个影子。感觉今天会比较轻松哎，我去一个救人，因为今天不用遛狗，也不用救人，感觉。但是刚才有摸一个律师，勘探倒地。那么那边离他们那边开始狗了，这次是现在是要全员躲猫猫是吗？真好笑，律师肯定被我感染了，躲好躲好。哎，来我这边了。来我这边，等一下，躲猫猫。我的天哪，没看到！我还在想说，我这个纸块有点危险呐，吓死人了！离开了吗？离开了，所以太舒服了，我还没躲藏啊！我去，那么他们就要当心的，看他已经交智齿吧，我记得。那么律师转移目标，那我这边嘛是找勘探，还是冒险家？之类的，剩下两台密码机，不知道另外一台还有没有在修？有，那一台是修好了，那就要我这一台吧。OK 啦，冒险家帮一下就好，但是也不用帮，帮下去的话就开机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诶，来了。来了，两个都来了，那我去压门了，去压门，因为那边机子压好了，对，压好了。啊，这里有人下去吗？可以，
虽然说又浪费了一点点时间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已经压好机，看看好开机，好的好的，看看尽管六吧。地窖的位置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我一路上来看应该是都不知道，因为我都在躲嘛，正常就是全员躲猫猫嘛，除了那个勘探员。那博士没戴插眼就是这样啊，他应该很后悔他应该要戴插眼的，每次经过都只有耳鸣看不见踪影啊，我去，帮帮玩家，没办法，帮帮玩家。好了，赶紧跑地窖，但是我一路上来都没有用道具，用一下，好了，不要搞了。